韓國潮流眼鏡品牌 Gentle Monster 近年非常受注目，可以說是備受追捧的，而普爾眼鏡也將它帶到來香港啦。2017最新春夏款式有很多個系列的，當中大量用到大自然的元素，還有簡潔利落的平面鏡片，和以往的傳統鏡片雙向方式非常之不同，是用整個平面鏡片去覆蓋那個鏡架的。而之後呢三款都在大型的時裝 show 度率先亮相㗎啦。最近的其中一個潮流元素就是文具，而呢一款 pencil glass set 正正就是用一支筆嚟接咗兩個鏡片嘅。呢一款 rockfish 不但只係非常之大膽，鏡片都非常之大塊，我想遮我的眼袋應該都冇問題。至於呢一款咧，就好似運動眼鏡咁，夠型不得止啊，仲有五隻色俾你揀添。虽然我笑声难听啲，又好似挂住食咁，但系我都完成任务，揾到韩国天后全智贤喺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入边所戴嘅 Black Peter 噶。呢度咁多款眼镜，要我拣款最中意咧，都真系拣唔到啊！不过平时我又唔系好中意化妆，所以戴下眼镜攞嚟遮下眼袋、眼圈，又或者系令到自己更加有时尚感咧，都唔错嘅选择嚟嘅。睇嚟我都要好好地拣翻两三副眼镜嚟傍身啦。